Hello， 大家好，我是古今。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台版6月6号的一个更新内容。那首先我们打开 PS 模拟器，然后进入到天堂 N， 你就会看到这个更新的一个扛棒的公告啊。首先是这个啊，这一次有两个更新的部分，一个是这个装备进阶活动，就是维修后到27号维修前，我们可以拿这个加10的蓝武来换红布，就是这边啊。活动期间的将身上的强化值达一定条件的武器制作成高一阶武器的制作秘籍，就是这边就是英雄制作秘籍嘛，就是好，那这边有规定哦，就是你做出来的秘籍是武器的哦，所以你的红布只能拿来做武器哦。那它这边右边这边就是说所需要的材料啊，就是要达到指定的强化值啊，就是无论刻印或者是祝福，或者是你有属性附加属性啊，就是什么火属性啊、水属性那一种，都可以拿来当做材料啊。就是三，可是它是要蓝色的哦，稀有武器任何一把。然后第一个是换一张红布嘛，所以它是加10。那第二个是到加11，你可以换两张红布，然后加12可以换三张。那基本上应该都是加10而已啦，加11或者是加12，是运气很好的人才会有的东西啊。好，基本上都是换红布一张啊，然后这个红布只能做武器的红武。然后下面这边就是说你可以使用的稀有武器有哪一些，基本上全部的蓝色武器就可以用。好，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装桌武器制作秘籍，就是纸布的部分就是要红武红色武器用到加10，你就可以换一张纸布，然后加11可以换两张，加12可以换三张。那基本上，好，那基本上如果你运气超好的话，你可以用到加10拼一张纸布嘛，拼一张红布啊，然后红布再把它做成武器，然后再把它拼到加10，就可以直接获得一张纸布。不过有人会那么好运吗？一代高手啊。然后这纸布的这个活动可以用哪些英雄武器来制作，可以有这个恶魔系列的武器啊，或者是有的没有的。哇，他这边有写到有这个恶魔镰刀，还有巴风特魔杖，这两把安定只是加0哦，所以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人拿这两把来用啊。好，基本上大部分的红武都可以拿来做，都跟上面这个蓝武一样。好，然后制作出来的秘籍是无法交易的哦，然后有属性的武器也可以拿来当材料。然后这边要留意啊，你一旦拿来当材料制作之后，你就无法复原了哦。那像这个蓝色武器啊，也有一些蓝色加10的，它比部分的红色武器还要好，所以有一些人应该有加10也不会拿来冲啊。那大部分拿来冲的话，应该都是加10的这个酷玩之矛或者是狂风之斧。哦，这种部分蓝色武器比较没有作用的那一种，为了拿来冲加10，然后再拿来换红布。不然其他的武器大部分都比这个加9或者是加6加7的红色武器还要好。好，以上就是装备进阶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活动就是收集烹饪工具，这是到6月13号，就是一个礼拜的活动啊，两个礼拜。好，这是上礼拜的活动啊，然后他这礼拜有加强版。加强版在哪边？这个钢棒好像是上礼拜的，没有加强。
没有把这一次的讲出来。没关系，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网页上的资料。就是这边烹饪工具资源活动，它是一个礼拜的活动，到13号结束。然后它的活动内容就是每天的13点跟21点会发送这个工具各一个，就是这个锅盖啊、锅铲、抹布一组，每天都发送两组，因为它发两次吧。那基本上这个烹饪道具每天都会送两组嘛，就是早上跟晚上，中午跟晚上会各送一组，所以加送的部分就两组了，各一个嘛。然后你跟 NPC 三人买也可以每天买两组，这样总共一天最多可以拿到四组这个工具。然后如果你每天都要把这四组都强化到安定值啊，就是安定值嘛，武器的部分是加6，然后防具的部分是加4，这样所需要的五防卷会非常多，像是五卷的部分就要24张，那防卷的部分可能要32张。所以你的五防卷的取得就非常重要了，有可能这个活动你就把你的五防卷都用光光。那这五防卷除了打怪物取得之外，也可以透过这三层的部分来取得。我们看一下这三层的部分啊，三层的部分可以用这个一般这边的装备强化卷轴箱来买，一个12万，那里面有防卷的5卷啊。哦，这个是其中一种嘛。那另外一种就是直接上交易所来进行购买，这边有卷轴类的，然后这边有五防卷，可以直接跟玩家购买啊，来交易所这边啦。这样如果你五防卷不够的话，就可以用这两种方式来取得五防卷。那你上去交易所买的话，等于要花很多的五防卷，所以大家就评估一下自己的一些财力啊，看要不要冲上来。那收集的图鉴主要还是以这个体力跟魔力为优先啊，因为这两者比较好收集嘛，只要过一就有了。那 HP 跟 MP 这两种还是以 HP 为优先啊，因为它可以增加你的血量的最大值，让你比较不会被玩家干掉啊。好，那其他的像是这个能力的部分，就是要过3的装备啊，这边的人又比较难，那大家就是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主要属性就用哪一种。好，或者是你三种都有的话，就是三种都用啊，这样三组过3的很猛。好，以上大致上就是这一次的介绍啊，就是一个礼拜的一个更新的内容。好，我们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以上是这次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在影片下方点选喜欢并订阅频道，感谢你。